清纯美少女天花板，我也觉得我是清纯美少女天花板，嘿嘿，嘿嘿嘿。挺挺我的包。可以展示一下吗？要送礼物才可以哦，宝。我们直播间办卡也可以的，但是白嫖不行哦。亲亲我的宝。那你向那边小心呢？我还向那边小心啊。请听我的吧。什么时候在直播化妆啊？我现在都不直播化妆了，直播化妆我也遮起来。我的本儿，汉堡，我看了呀，哦，才收到，这个有点慢。给你安排了，哥哥，喜欢可以来送个飞机啊。帮阿兔开开张什么的，不然都要长蜘蛛网了。开个张吧，都要长蜘蛛网了。真的长蜘蛛网了。收了礼物就知道啊，你不收礼物那就不知道了。亲亲我的宝。亲亲我的宝，晚上好。亲亲我的宝。直播间没有送过办卡的办送一个呗，是不是？一个办卡又不贵，才6块钱，你在二次元哪里能找到只要你送6块的小姐姐？也只有我啦，哼，也只有我啦，只有我单纯一点，傻一点，好骗一点。
欢迎大家来到土趣播客。谢谢梦泉哥哥的半卡。折腾了大半天，终于收到一个半卡了。亲亲我的包。晚上好哟。已经找不到我的宝了，我感觉这个直播间里好像没有我的宝，找不到了，家人。对，就。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但是没有找到我的梦中那个人，我的齐天大圣。我寻思我的要求也不高呀，这都找不到。欢迎大家来到土趣播客。请进我的包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我送了会最后的班看给你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看看可怜的宝贝都四星了，都两天没有过四星了，今天自己播还过不了四星了。是的哟，要你二哥哥，要不要给我办一个？给人家办一个吧。阿兔的声音很好听的，而且还会变声。不管哥哥是喜欢小萝莉，还是喜欢御姐呢，阿兔都可以的。好不好啊？亲亲我的包。亲亲我的包。晚上好哟。
混一下好友。挺幸运的吧。谢谢我们的这个妖宁二四哥哥。嗯，又开张了。又开张了。果然我发现就是我的直播真的非常有特点，就一点钟之后，然后就三点钟之后，然后才会有人。平时都没有人。听听我的吧。看看自己的站内信哦，送了班卡之后。晚上好哟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如果你们喜欢兔的话，可以送个飞机。嗯，咱们送个飞机也是可以的。挺幸福的吧。看着都要啊，我这个声音啊，听着也很要的。亲亲我的吧，不喜欢吗？而且我们不仅有手法，别的反应也不错。哥哥要试试吗？我回你了呀，就是你要回我呀，你不回我，我怎么给你？啊，才看到。因为它这个有点延迟的，没那么快啊。挺幸福的吧。
嘟嘟，刚给你安排了。亲亲我的包，晚上好哟！恭喜我们的往后余生不再将就哇送出的桃花签儿，阿尼卡多，谢谢。山丘，哥哥平时听哄睡吗？嗯，以后的话可以找阿兔来听哄睡哦。亲亲我的包，爱你哦！谢谢谢谢三级粉丝牌了，嗯，做不得给我打个戳货，哼，出一个嘛，斗鱼啊，能听一晚上，呵呵。你给我送个飞机，我有更多好听的给你听。嗯，斗鱼给我个面子，行不行？让我的哥哥出个货，也上个五级。谢我们的往后余生，不再将就。哦，小风车，小风车。谢谢小风车，小风车，小风车，哥哥喜欢那样的声音啊！啊。嗯，欢迎哥哥来到阿土的直播间。摸摸耳朵。谢谢哥哥，哇，五级哦，五级哦，真好。耶，看到纸鸢了，耶，谢谢，这不得联系一下哟，对吧？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战略性哦，谢谢。谢谢，开心，开心，眼睛里面一下子就有光了，清一百下，嗯。喜欢听什么样的声音可以跟我说，嗯，没有哆啦 A 梦，我要是有哆啦 A 梦我就不打工了，是
是不是？哎，说实话，有哆啦 A 梦应该是真的不用打工了吧？然后我就可以开着任意门，去很多很多地方旅游。有一点点的底噪啊，主要是现在我的电脑就是它是在这个旁边呢，所以可能就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啊。要不我帮你。现在有没有好一点？直播，直播，当然是直播。当然是直播。哥哥没有送过班卡，可以送个班卡给我。我们直播间只要一个办卡就可以，只要6块就可以砍一个阿兔的粉丝牌了。哥哥，好像闻到了我四星的味道。哇，谢谢我们的余生不在将就哥哥，给个面子嘛，对吧，鱼鱼，给个面子嘛，鱼鱼，是不是啊？鱼鱼，给个面子嘛。希望鱼鱼给我面子。没有啊。手机也可以打开的。当时直播。性感声优在线直播，哥哥难道不喜欢吗？我是好友。你回来了，回来了就好，还以为你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呢。害怕你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呢。欢迎大家来到阿兔直播间。只要摸着你的耳朵。你舒服吗？
可以安心的在我们直播间睡哦。阿土会很温柔的，不会把你弄疼的，好吗？别担心了。请机会的吧，进入的吧。这直播间里怎么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？这直播间里怎么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？晚上好呀。
亲亲我的宝，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都被我哄睡了，你不应该被我哄睡啊，对吧？他们被我哄睡了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。你怎么还会被我哄睡呢？嗯，你怎么还会被我哄睡呢？嗯，好。对我没有感觉了，为什么会对我没有感觉呢？那只能证明我真的很棒啊，我真的很不错。真的很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。请进的，欢迎大家来到土直播间。可以送个飞机，或者飞机，或者飞机，或者飞机给我哟，嘿嘿。嗯，我们直播间半卡也可以的，没有卡过阿兔的粉丝牌的，不知道阿兔其实是一个，对吧？过气的，就是之前也很棒的，就是哄睡主播的，可以送个半卡，体验一下。请进我的包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，可以送个飞机或者班卡给阿兔哟。请进我的包。晚上好哟，
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亲亲我的包。谢谢，我是真的爱上一个人给我的幸福券。哇哦，先生肚皮好漂亮哦，呵呵，确实是个美女，我也觉得我是个美女。谢谢我们的永恒钻戒。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越来越美了。有吗？谢谢游乐园。哇，卡丁车，欧气满满，不愧是我的直播间。十个钻戒可以，好多。咱今天属实是戴的，就很有牌面了。可以可以，哇，谢谢 ，thank you 大气。时隔好多天，我终于又过了一个四喜，都好几天没有开过婚了，没有过过四喜呢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，可以送个飞机，或者送个飞机，或者送个飞机给阿兔哟。
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亲亲我的包，晚上好哟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怎么又不理我了？死哥，真是坏死了！这样对我，就不怕我以后喜欢别人了？亲亲我的吧。
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，有什么你送了就知道呀，那不得好好的感恩一下用户哥哥，不然这钱我都拿得不安心，这礼物我都收得不安心。所以会送我吗？请听我的包，请进我的包。晚上好哟。哥哥们可以送个飞机或者班卡给阿兔哟。
不赖啊，不赖，嗯。请进我的包。哼，又不说话了。4点钟了，是真的睡着了吧？那我开始整活了。有没有想看整活的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你们都睡着了，就别人也应该也睡着了。恭喜我们的亲亲老公升到26级，还没有睡啊？今天下班没有跟我说。对啊，我要整活了，26级紫牌子，太有牌面了。嗯，我的这是3个纸牌子，狠狠保存。嗯，对啊，我要整活，但是人太少了，我就没有动力，知道吗？嗯，可是他们好像都睡了，哎，还是算了吧。压着棉花是什么意思？
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对啊，这么晚了还在搬砖，闻者见泪，闻者落泪，见者伤心，这不得支持一下哟。
欢迎大家来到安兔直播间，我可以送个飞机或者办卡给安兔哟。嗯，亲亲我的宝，没办法，长得好看的人是这样子的，眼睛确实是会说话的。嗯，哥哥们可以送个飞机或者半卡给阿兔哟。就是我的睫毛有一点点喜欢乱飞。
请进我的包。晚上好哟，晚上好哟。好哟好哟，什么叫做好哟好哟，什么叫做好哟好哟，好哟好哟，好了，打了三天针，终于好了，好可怜。请进我的包。胖乎乎的脸去哪里了？最近可能瘦了点吧。请亲我的包。晚上好哟，请进我的包。
晚上好呀。我天天都很好看的，其实，颜值主播懂吗？请进我的包。晚上好哟，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可以送个飞机或者板卡给阿图吗？请进我的包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，可以送个飞机或者板卡给阿兔。晚上好哟，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
晚上好哟。亲亲我的包，我也好呀。亲亲我的包，哼，既然说我是普通美女，哪里普通了？我明明就是大美女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亲亲我的包，
请去我的包。怎么大晚上的，对吧？直播不赚钱，银行卡里还扣我钱。眼睛都要剥干了，都还没有望穿秋水，望到我的大哥。哥哥，你在哪里啊？哥哥，真的是望穿了。欢迎大家来到阿土直播间。就是播的怪无聊的，聊天的人也没有，感觉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知道吗？
欢迎大家来到兔局播客。捡起我的包，捡起我的包，捡起我的包，欢迎大家来到兔局播客，可以给阿兔送个飞机或者班卡吗？好不好？哥哥，亲亲我的宝。请听我的吧，
不可以哦，因为我帮你戴上了项圈的话，那你岂不是要成为我的狗？我只给自己喜欢的狗狗戴哦。